你把我名字往后写，我来写。好有谈学，哎呦，大心的心。之后有什么事情，直接找我谈，不用耍这种互相试探的小手段。我说过，我来这边只是为了生活需要。 你们也只是为了义务教育，所以我不会想管你们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就领你的薪水。我们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当然可以配合你们。怎样的一个瞬间，一个闪现无法模仿。哎呀！ 你够我来当刀二一般的导师，我真的觉得是太幸运了。Love you。嗯，浩南哥，你干嘛突然讲那么恶心的话？对呀，没看到我们在看书吗？这冲击性也太大了，刚刚背的完全忘记。哎，难得跟你们深情告白，竟然给我这种回应。 哦，好，太甜了。好了，其实今天呢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浩南叔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，都写在黑板上了。嗯嗯。对啊，第二次段考，我们一定会加油的。不但要赢甲班，我也会考进校牌前30名。我也会考进校牌前130名。 很好，但是呢，这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宣布的事啊。浩南哥，还是你要交代我们婚礼当天的事啊？哦，你不是我第一次当伴娘哎，我也是好期待哦。婚礼是很重要啦，但是这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。啊，那浩南哥，到底班？对啊，你就不要再卖关子了嘛。嗯，好啦，其实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。 这个学期结束之后，我就会离开哈佛高中，卸下老师的身份，继续回警界，为人民服务。浩南哥，你要走哦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安德，草鸡马飞哦。浩南哥，不要离开我们嘛。嗯？哎呦！浩南哥，你说好带我们到毕业的哎。对啊。 浩南哥，没有你罩，我有多烦恼，多难熬。我跟山猪没有把握毕业啊！哎呀，你们可以的啦。既然都有机会重新开始，就不要只想靠别人，要靠自己，努力起来啊！我也是啊。既然都有机会回到警界重新开始，我也要靠自己，努力起来。 既然这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我们就来进行这学期第一次，也最后一次的班级点名。其实呢，我当年就是因为遇到挫折，才会逃离警界，跑到哈佛高中。所以说白了。 我就只是一个警戒的逃兵而已，很懦弱。但跟你们相处的这一年，我学到很多。例如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们，我们都要充满自信，勇敢前进。谢谢你哦，欧嘉玲。我跟刘嘉玲一样美吧？今天认真打，但是好玩就好。我们是最强的。 家宝，我叫你，这是跟你们学的。要。我还学到，不管遇到多令人挫败的阻碍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，还有希望。如果我可以在一天之内投进100个三分球，你就不可以再这么绝望，努力复健，回到球场上去。
你永远都会是我们的英雄。叶芳林、侯子杰、刘川枫，有。还有，不管命运对我们多不仁慈、多不公平，我们都不需要怨天尤人，因为我们可以靠自己、靠朋友翻转一切。Hello， 浩南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当然是来接我的宝贝学生们喽。哎，等一下！爸爸，我们回来了！好棒，好棒哦！坐下。陈安明、周玲玲，我写的。有。当然，我也学会，不管每天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开开心心的过下去。周末我们一起去烤肉吧！烤肉，烤肉，烤肉，战争开始了！冯丽媛，是冯毅。有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不管你们未来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跟困难，都千万不要灰心丧志，一定要乐观勇敢的面对每一天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我讲了那么多话，你们每个人就这样送我苦瓜脸，不觉得这样不对吗？你至少应该祝福我吧。我下礼拜就要把你们吴老师娶进门了呢。好了，不然这样，我们这节课呢不上课。就来当一个婚礼的预演派对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开趴吧？那就是把你们的课本丢掉，身体给我动起来！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青春万岁。